我觉得其实蛮有帮助的，因为我拍这部戏的时候，我有很多时候就会把自己的很多情绪都会放下来，就是不是在拍戏的时候啊，然后就是在其他工作方面安排的时候，然后我慢慢学会，就是其实有时候工作也不要令到自己那么辛苦嘛，然后也要开心一点，所以现在就会放松了很多，还会跟他们去开玩笑啊这样子，我蛮享受这个过程的。有啊，我其实一直都在约他们吃饭，但是这个聚会就是最难的聚会，就是每一次我都要约好几个月，还没有约到这样子。但是我刚刚约了这个月，我希望我们可以看到。但是他们对我来讲，就是每一次我们可能很久不见，但是每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们的感情都是那么深厚，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难得。